miedo.哎，告诉爸爸。杀手鉴定报告出来，证明杀手曾经是左龙，而且他的指模也全部被弄花了，所以查不到杀手真正身份。还有，你每次都是临时才把行踪找给我，我很难做出事前的报案措施。我要知道拉里先生今天和以后的行踪。快，你去哪里啊？